你选哪个？你选第一幅画好不好？你讲第一幅，孟诗你讲第二幅，你讲第三幅，你讲第四幅画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开始讲，月月先开始讲。好，李梦是第二幅画。他到处找水喝。他把小石子一个一个画到这里。好，那你就找到这里，他找到了一个什么？他找到了一个什么？你指着。他找到什么？小石子啊。那他找到了一个什么？一个瓶子。瓶子里有什么？水的。嗯，他找到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有水啊。好，倩那个，一倩讲下面一个，第三幅。第三幅是什么东西？别动。水肉不熟，瓶口用小，不要喝不到水，怎么办呢？才想办法把小石子一个一个放到瓶子里。水升高了，乌鸦也是水了。很好，大鼓掌，讲得这么好，好，大鼓掌。